欢迎收看布基 TV 之一公方，我是布雷诺。这一集是第四集，今天呢就跟大家来组装上次开箱介绍的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子模型。那我们来看看它组装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再来打开它的材料包，这样身体的部分就完成了。再来，我们来做它的头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纸模型组装的结果，非常的可爱。它还有布景，有小鸭，有草，有树，有彩虹，一个躲在后面的彩虹，还有农舍。然后它的头会可以这样点头，像这样子。然后这是它的太阳能板，我还在思索要把它贴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我之后再研究一下。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